我好像被姐妹俩同时喜欢了。这人又去哪儿了？你个当姐的管得还挺宽呢。我在这儿他怎么都行，我不在这儿他得看店儿啊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去哪儿接的？火车站啊。我俩开车去的，你上火车站接谁呀？啊，忘了。那你一天能接着啥一天呢？这脑子，行，你在那待着吧，我俩接你去吧，挂了。我这个脑子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开车开心了，一个人的温暖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，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。好，爹，我想死你了。我也想你了。我礼物呢？礼物那啥，我这两天跟你姐都有点太忙了。对。然后丹东也没啥特产，对不对？啥没有。然后等会让你姐带你去商场，咱给礼物补上。买去。行吧，那走吧。哎。谁能疼爱依然富士山私有，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。